家好，我是赞，欢迎您进入我的频道。如果您觉得这支影片不错的话，敬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第180集向您分享彰化县社头乡哆瑞咪音乐城堡儿童公园。Go， 对外来跨麦。开车直接导航至哆瑞咪音乐城堡儿童公园。社头乡新地标。哆瑞咪音乐城堡儿童公园。以城堡概念建构主题性公园。城堡入口意象音符飞扬，有一大片绿意盎然草地，并设置打击鼓和铁琴等。互动型音乐儿童游具，绝对是您亲子同乐的好地方。走，爽湾368市区乡镇。车辆停好后，我们现在就过来去看看。社头乡哆瑞咪音乐城堡，走，我们来去逛一下吧。这个步道设计得很好，有点像钢琴的键盘，看看。非常舒适的一个小公园，这边还有敲击乐器哦。沙坑可以供小朋友玩沙，而且还有溜滑梯哦。连溜滑梯都充满了音乐的细胞。小朋友玩沙后，公园还贴心的设置洗手台，以及可以冲脚的地方。余音缭绕的音乐符号就彩绘在如城堡般的墙壁上面，因此啊，我们在这步道上面散步的话，真的是非常的舒服。
金鱼，键盘般的步道，非常的棒。若想上洗手间的话，也不用担心，这边还有厕所哦。想上洗手间的话，厕所就在龙安宫旁边，就在这里哦，很干净。接着我们回到 Doremi 音乐城堡儿童公园继续逛逛。累的话，这里还有椅子可以休息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哆瑞咪音乐城堡绕了一圈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去对面的社头公园看一下。好，过来马路后，我们现在就到社头公园了，来去里面看看吧。来，我们来去绕一圈看看吧。社头公园旁有很多停车格，所以车子也可以停在这里。前方就是公园的尽头回转处，转弯处有社头公园四个字，是乡长的题字。继续往前行啊，这里也有看到停车格，所以他们这边停车其实是蛮方便的。公园的另一边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小棚子，可以休息乘凉，而且还有溜滑梯供小朋友玩耍。想当然的，健身器材也是不可或缺的哦。公园里面也有设置，旁边就是小朋友可以娱乐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行。前面就接到大马路了，小小的一圈，不过来运动的话，真的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。